夜宵，贯彻正义。兄弟们，都站在我身后。为了挚友的羁绊，变身。就算没有假面的力量，我也能一拳打穿这堵墙，哈哈。要是期待回报，还怎么当正义的伙伴啊？我先说一句，夜宵就是最强的。快点快点，一起上得了。哎呦，我还有搬家单子呢。我怎么不务正业了？行侠仗义就是本人最大的事业。工资日结的好处多着呢，兄弟喊我去打架，我都不用请假，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又怎么样？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。切，多大点事儿，等兄弟我帮完这趟，马上帮你摆平啊。别小看我们夜宵队员们之间的羁绊啊！帮助受到不公对待的人是夜宵的责任。惹我兄弟就等于惹我。哼，你摊上大麻烦了。哼，错了就挨打，夜宵不吃求饶这套。敢动我兄弟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为夜宵的强大而哭泣吧！哈，夜宵大爷来了，崽子们快逃！兄弟们行动起来！哼哼，哈哈哈。我绝不撤退的啊！队友叫我撤退了。夜宵的兄弟们，跟着我向前冲！哦，英雄不会临阵脱逃。先行斩，暗夜破，冷静互利，高效防卫，夜宵行击，正义一致。